I found an abandoned prison today. I know nothing about this prison. The only thing that puzzles me is that the detainees here are complicated. There are those who have not been tried, those who have been sentenced, and those who are about to be executed. And I was also detained for a while. Finally, I managed to escape from prison. Today, I'm going to talk about a very, very scary school. After so many years of exploration, this school is the place that scares me the most. I didn't even stick to it the first time I went. Just yesterday, it was the Chinese Ghost Festival. It was also my birthday. Lao Dai challenged this school with me. I just want to say, my God, this is really an unforgettable birthday. In the next issue, I will organize the videos of the school. I'm sure you will like it. Please look forward to my dear fans.感觉我越往里走越阴森的。2008年的。听众们，牢房，按不了。有人吗？凳子转过来了，我操！不，对流，听见没？我操你妈！谁？我去你妈的！我操！我现在没底了，我操！你们听没听着？我老真住了，不敢进了，麻了，这下给我干麻了。
喂，在吗？在吗，在吗？我要出狱了。给我滚犊子，听着没？喂喂喂喂！没事，一切都是幻觉，操你妈，都没事。味觉监视。这个屋住八个人，你们他妈的保持这样就行了，整太狠了，我害怕，主要是没有安全感。哼，我操！嘿，谁？操你妈的！呼叫呼叫，老范儿，快点全体出动！操你妈，啥也看不到！全体立正，出来吃饭！我喊到名字的啊，都给我答一声到。老范，老戴。这俩逼旷工了，操他妈的，我得抓他去，兄弟们，他丢了，他俩越狱了。谁呀？我不管你是啥爸，听着没，我他妈是你爸，别有动的。那马上都走完事了，我要回家了，我还怕您怎的？唧唧歪歪搁这里头，像他妈我怂你了似的，我他妈怂了，我敢来吗？起立。站好！我操，这是服刑监视，这里边应该是都是确定的了，确定已经肯定了。操，进不去。进不去。去你妈的，别大地了。你们整错了吧？别吓我好不好？老三。一楼。有他妈黑粉给里边呢、哦、
操你妈，你带动我给你扯掉他。我操你妈，吓死我了。跟我俩玩心态的，我们愿意来，操你妈的！疯狂了。你说刚才他们那个女人的声是怎么回事？吃饭呢？大米饭，发糕发糕，馒头发糕，馒头发糕，白着白着，大头菜，萝卜白着，土豆，面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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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豆土豆方便面，大头菜土豆土豆大头菜大头菜，馒头馒头馒头。这他妈伙食真行。我顶着。记住我知道我分了，人间圣道是沧桑，千万不要来这种地方，多遭罪呀。你瞅那一个屋一个屋的，像他妈猪圈似的。怎么待呀，一屋林子那点，然后给屋里还拉粑粑。我跟你讲说，我就给这里头待着，他生不如死。千万别犯罪。高墙大院，哎呦操，下雨了！这高墙大院，往哪跑？哎，你说这跟装圈狗的有啥区别？这不就是圈狗的狗笼子吗？哎呦我操，啥声啊？啊？喂，我操，什么玩意儿？这里有东西，在。这是动物！我操你妈，给我干拘愣了！都他妈给我老实点，查查我知道我的阅历了，你都知道了，我的简介，我乃他妈第一神捕龙警官，你他妈阴间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见到我都闻风丧胆，你们要敢跟我炸刺，我再判你们十回无期徒刑。妈了个逼的！这像谁敲门呢？刚才我走的时候，可能这嘎达呼啦一下子，像猫，像小猫似的。但是不知道是啥，应该是有猫。哎呀妈了个逼！这绝对不是风！哎，谁？
你妈逼我不敢进去了，这家人。滚出来，傻逼！傻逼！第一个屋啊，这有两个，三个，我有点怂了，说实话。你不能要干我吧？我可跟你说好了啊，咱们是和平相处的。你要是不讲鬼德，别他妈说我骂你，听着没？你挺大个逼鬼，你一天你他妈吓唬小孩儿，你有啥出息你呀？你说我他妈也欠，走，早点走好了。裤裆、大腿根给我垫厚一个包。为啥我这屋了再进来，我感觉比刚才吓人了呢？是我感觉的事儿吗？你挺大个逼鬼，你滚出来！你没合计我能进来吧？你屁眼儿都没想到吧？哼！我都给这样骂你，我就不进去，我就不进去！操你妈的！你出来！我让你吓唬我，让你引我，你想的可美了你。来，来来来，滚过来！废物。我进来了，没事，我先试试大爷的，看看这逼尖不尖，万一是个傻逼呢，对不对，兄弟们？真你妈逼巧！抽烟得了，哎，那是几来的？刚才外边是三，你妈是这屋吧？怎么感觉不像呢？我记得有一个是开的。操你妈！谁？操你妈的！刚刚右边有个黑影啊！哪儿？别他妈吓我！我急眼了，十二点之后我变身了，你妈了逼！我怒气直加一百。这里吗？
这里吗？别鸡巴吓我了，行吗，兄弟们？他已经被我镇住了。一、二、三，这是第三个。我操你妈！真是这个门。我去你妈逼！赶紧扯，这里头不可能鸡巴刮上，你知道不？出去了，那边。完了，兄弟们，这回真他妈死出事儿了！
哎我操！擦擦。这这这亮亮。兄弟们，我不敢进去了，我真不敢进去了。有人，你再说我来，你都越狱了，你再等我来，你没想到吧？你个废物，滚出来！有能耐出来现身！门全关了，我想走，兄弟们，我不想进去了，出来！算了算了算了，我真不进了，真不进，真不进，不行不行，他肯定在引我。哎，兄弟们，我逃离监狱了。